今天来山里面跟老爸来采一点我们自己种的野菜，这个野菜就是老爸种在这里的，我们采一点。这个房子在这我们养你呢，这里的这窝房子是全是我们拿了以后养到这里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你这个蜜要干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蜜了啊。它还在这里，全是我们拿了那个蜜从把它养到这里，还有还在这里的它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蜜。哦，一坨你玩。哇，你们看有蜜了。哇。啊、嗯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。咱这个都在养三四十万年的，倒一包吃哦。这窝蜜的话，养几天就可以吃了。现在也有蜜了，但有点少。嗯。我们去采那个野菜，你们看，那是我家的养个鸭子，养在山里面，每一天都会下蛋的。哦，嘿，那靠谱。你别看慢了。嗯，这个不采的话它会老掉的。嗯，这块青年节让这个几个人没采，这个如果说这个野菜结的果子的话种的活的，这个就是用果子种的啊，这个去老爸去山上拿那种这个的野果子来种的，然后种的好几颗，你们看那颗很发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你们看太多了，这个甜菜啊，我们大山里的甜菜，这个就是它的尖尖，这个就是花，都挺好吃，可以煮鸡蛋吃，还有煮那个酸菜腌菜吃，特别好吃。可全是尖尖，连花都没有。这个尖尖的话卖得很贵，那个花的话便宜一些。这是刚刚跟老爸采的甜菜，这个够吃好多顿了，你们看随便采一下就采了这么多，这个特别甜，特别好吃。你也给你几顿了哦，这一滴都吃好几顿了，回家了，满满的收获。